我说一个信心吧，他一般在保持我们每哎，之前 Q 到星子来喽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对，那这样，既然呢，今天我们还真懂事儿啊，还说要穿我们家的衣服来。是不是穿我们业主衣服好看？就说是不是？比如选一件衣服好看多了。那笑啥？不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您也回忆一下吧，在拍摄当中，一会儿您直接递给我就好。行啊，没关系，可以。给星星打电话是吗？对，是星星打来的是吗？真的。啊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们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等一下，再说一遍。叫一个大家。吓死！多吃点啊，一会儿，拜拜。